也哭了，妈还看呢。你不是给您发信息了吗？今天上班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，大公司，就那个办公区能看到整个陆家嘴。跟同事相处也还行吗？都挺好的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实习嘛，就是去当学生的。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，别不好意思。你小时候学围棋的时候胆子就特别大。妈呀，